飞出了天窗，一次一次千玺，今天拍摄这个场景，你觉得哪一个场景觉得玩起来最舒服的？就把这导入的问题啊，跳舞，就那边一镜到底观感，一镜到底啊，不会觉得累吗？中间没有拍摄的要求，就是随便玩。今天跳舞跳了几次？跳舞跳好多好多次。我们跳舞最少应该有20次吧，然后每一次都是三个人要配合的动作，一次要完成，所以千玺是完全没有失误任何的动作的。但是呢，王源呢？王源非常可爱，每次都会抓王源的。王源呢？对你这次刚才一镜到底的跳舞有什么感想？非常不高兴，我又没跳好。那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跳个20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我们这一场要去完成一个梦想的时候，你们现在有规划？其实大量就是把所有你们想要看的舞蹈的书籍，或者是任何你们想要看的书籍，就是把所有的资讯都吸收在你们脑子里面，飞行的一些知识，你要一次把它摄取过来，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做分享，这样看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跟这个有互动，你可以把它拿下来，你是想说一定要商量。一个是这边那个，一个中间那个吗？一个是左边，左边特别近，怎么避都避不掉，只能遮挡一点。来，大家休息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跳舞的那个时间，就排舞的时间，真的是有限。但我也能理解啊，就是说在他们上课之余，然后要做他们自己的单元节目，还要再去练舞蹈，就他们的时间真的是很不够用，因为休息时间我觉得都很少啊。王文自己跳舞有另外一种风格，知道吧？因为意识流。看一下，五个这样跳，谁把这样跳？这样跳。